日出时是天乎阮的祝福，平安大汉快乐健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Ben白吉胜，很高兴这次能够参与大爱剧场《望你早归》的演出。我所饰演的角色是白明辉师兄。明辉师兄深受成长环境的影响，沾染了不好的缺点，让母亲跟妻子也跟着折磨受苦。但所幸在家人们用心良苦的引导之下，迷途知返，彻底的开悟。高门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小安，很高兴能够参与大爱剧场《望你早归》的演出。我所饰演的是詹秀竹师姐。秀竹师姐个性坚韧有主见，婚后伴随而来的种种考验使得身心都承受巨大的压力，但是她仍然全心全意地为家庭付出，用爱守护每一颗心。大爱剧场坚信人性是善良的，可能这个人生当中你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也会走了一些偏差，最后你慢慢还是不会的。大爱电视希望为社会注入一个正能量。乖乖听话最好的母，对自己欢乐。望你早归，台湾时间每晚八点。